材料清单，红枣四个，枸杞七粒，蒜瓣四瓣，姜片四片，葱段最好是大葱葱瓣四段，西红柿一个，干虾仁一小把。上述所有材料加到锅里，加一汤匙盐，一点味精，加水 OK。小贴是因为我在吃药，要忌口不能吃海鲜类，所以没加干虾仁，一定要加味道特别好的